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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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帮你配乐，好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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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，这样很有。哇，会冷吗？你在问废话吗？哇啊啊啊！啊，这么冷啊！啊啊！哦，哎，很冷哎！哎，你怎么那么强啊？好，我拍一张。为了漂亮。啊，好，可以可以。YouTube 频道大海旅人吴威毅经常发布到各地旅游的 Vlog 影片，近日他发布一支到日本滑雪还带着正面穿比基尼拍照的影片，让不少网友看完后直呼太强了，爱美不怕流鼻水。我觉得我们要那个，是我们要这个郑重的宣布，我们这个宣布什么？宣布我们第一次看过雪。我们是第一次，而且现在还在下雪。对，而且我是第一次来日本，我其实从小都超爱日本的。对，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听我会讲一点日文。哇，什么？哇，这怎么拍都漂亮哎！小心点，小心不要跌倒。快，你要躺在雪上。是这样子的。这可以吧？这可以躺吧？我要往前吗？你往后躺。往后吗？我会不会扑倒？哦。哇，这个直接踩，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、哦，感谢，好，好，让我躺，结果你没帮我拍，哎，哈哈哈哈，你躺了，白躺了，你好黑黑，我也在躺一次啊，后面那边，哦，水比较多，来 ，go go go， 躺这里，好，躺这里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起不来。好冰，我先拍你的脚，你的脚都是，我都冰块。我要。什么瞎主意啊？我们乡下来没看过雪。这滑冰呢？冷吗？不是。哇，不是好冰啊。对。好冰啊、哦！那我全部进雪。人家是穿雪衣雪裤才会这样子。啊，是手，这个手要结冻了，不行，这什么结冻、欸？你再拿一下，我想要试试看。不行，等一下，哦，我的手，哇、哦，天哪，超冰的。那手用不起来。你要用什么？你要用什么？喂，然后狗，我们要去滑雪了。好。好，郑重宣布，我们第一次开到雪。看到雪，对，大家有没有宣布什么？哇，等一下我手好冰，哇！我们现在呢要去苗场，这边就苗场啊。但是，哇，真的整个下雪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赶快先去出发好不好？好，哇 ，Let's go。身为第一次看过雪的人，一定要干一件事情，那就是。我们要穿比基尼来拍照，来赶快拍，等等，三连拍，快，准备，等，哇，非常好看耶！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可以。哪一种？还有哪一种？哦，这样子哦。嗯。哇，这可以哦，很好看，你要怎么拍都可以，我在那边学习。好，可以了吗？怎么可以只有我？你给我穿比基尼过来啊！好，我们要比基尼。快点过来。好，快，来。哇啊啊啊！这么冷啊！热。哦，哎、欸，很冷哎！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强啊？好，我拍一张。为了漂亮。啊，好，可以。啊，好。大家早安，这是我们第二天。没错。刚刚我们到底是练武器？没错。让人的骄傲。快到了，好，要关掉了。
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。好，来。没事没事，我会闪开你。OK。可以啊，对哦，可以。输哟！哎哎哎哎哎！速度太快了，还好吗？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开心开心。然后跟大家讲，真的要好好认真上课，因为这个滑雪太多东西是什么滑板啊，然后什么冲浪不一样的。因为你如果没有学，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。而且因为滑雪有四个方向。对，然后冲浪平常都是单方向，所以我们在学这个，所以我一换到孤比那种右脚在前，我就超级奇怪。嗯？今天好玩吗？好玩呢。嗯，快要解体了，因为我明天动不了哎、欸，我现在就已经感受到那个酸的感觉，明天睡起来肯定拘了。那你觉得我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你 S 很厉害。你直接超前，没有没有，原本还在你前面，直接被你被那个 S 打败，那 S 跟你冲浪太像了，根本就是那个方向是一样的，对啊，同一边的进阶，直接 S 这样，我就我这边超顺，我可以半径超短的，对你那个很顺，但是我这边就、啊、我就是正面要往回看的时候，我就，但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，至少你看也没有被我大距离的拉远，就是我们的进度还是差不多的。顶多这就是有时候你好一点，有时候我好一点。嗯，那我冲浪冲那么久，那冲那么久也没有比较厉害。